是求下列各方程式的十根个数。第一小题，在同一坐标平面上，描绘出 y 等于 sin x 与 y 等于负二的图形。由图可以看出 ，y 等于 sin x 的图形与 y 等于负二的图形没有交点，所以方程式 sin x 等于负二没有十根。事实上，因为 y 等于 sin x 的值域为这样，所以满足 sin x 等于负二的 x 值不存在。第二小题，原方程式可化为 cosin x 等于四分之 x， 在同一坐标平面上。描绘出 y 等于 cosin x 与 y 等于四分之 x 的图形，因为 y 等于四分之 x 的图形是斜率为正且通过点四、一与点负四、负一两点的直线，又负一小于等于 cosin x 小于等于一，因此当 x 小于负四或 x 大于四时，两图形没有交点，所以两函数的图形只有图中的三个交点，因此方程式四 cosin x 等于 x 只有三个实根。